这个就是快速生根粉，它可以促进植物快速生根。比如说扦插繁殖植物、嫁接繁殖植物、浸种还是灌根都可以使用，而且啊，所有植物它都是通用的。大家在购买快速生根粉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要买到假货了。正宗的快速生根粉啊，它这一盒是500克啊，足足是一斤的。而且它倒出来之后呢，呈现的并不是白色粉末，而是一种淡淡的橙色粉末，非常的细腻，没有杂质。近距离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是橙色的晶体啊，而且是快速溶于水的。下面我教大家怎么使用。我们首先取一个可以盛水的容器，然后在里面加上1升的清水，然后取一勺快速生根液放入清水中，它会迅速的溶解在水里，我们进行搅拌。最后呢，灌入你想让它快速生根的植物里就可以了，只需要灌上一次就可以达到让它根系快速生长的目的。